九题，各种能量可以互相转换，且不论如何转换，能量总和不变，这称为什么？能量可以互相转换，可是呢，它的总和不变，总和不变就是所谓的守恒。所以各种能量可以互相转换，且不论如何转换，总能量总和不变，我们称之为的答案是猪能量守恒定律。